游戏机拿吗？拿上。今天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要出门，出门去吃饭去，顺便把游戏机带着。下午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玩游戏。看到这个门口，我们今天到了南锣山，打算在这附近找点吃的喝的，顺便进山上逛逛。市区相对来说比较热，上山之前先吃个饭吧，因为现在刚好到了吃饭时间了嘛。我们刚好到这个南锣山，它这个勐海县这个这边有个村委会，吃点吃个饭，看着全晒的都是茶。到了南锣山就茶了。这家的菜我吃完之后才拍的，总体来说挺不错的味道哈，而且它这个茶也挺好的，毕竟到了茶山了嘛，喝点茶还是挺好的。那个是腊肉炒的铁菜干，有点像韭菜干哈。那个小河虾已经被我挑的快吃完了。苦果炒牛肉，这个也挺好，有一点点苦，略微苦涩。这个蘸酱实在是太辣了，有点吃不下去了。其他的都很不错。吃完饭出来，我们上山，看人家院子这个山三角梅长多大。我们那个什么时候能爬到这么高？估计还得个两三年、三四年才能爬这么高。到山里来逛逛哈，看看景。对面就是南锣山的一个寨子啊，其实我们上来的寨子在这个下边，在那个方向。哎呦，这是个鹰还是什么？鹰，是吧？这边的生态还是很不错的。进了山里边哈，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南锣山的茶黄树了，因为之前来一直没有机会来这儿看这个南锣山的茶黄树。南锣山是来了几次了？之前去喇嘛哥的那个民宿那边，最近喇嘛哥不在云南，在我们鄂尔多斯，所以就没去他那。南锣山的深山，马上就到那个茶黄树了，还得再走一下。我们从停车那个地方已经走到这边来，还走了挺久的。你下来，这个山泉水，这边应该是看这管子，应该是山上引下来的泉水啊。跟我们那个山上是一样，看着还不错，好冰好凉。山泉水，好凉快，很凉快啊！哇，太爽了！山泉水，哎、你可不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一路上一直要往山里边走哈、啊，还要在前面还再走一点。山里的空气超级好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茶树了，这些茶树的就长得很粗了，你看那个枝干，但是它并不高，啊，高度并不是很高。我们头顶一些很高的树，它不是茶树。你会采茶叶吗？我会啊，人家这边的茶叶已经采过了，你看没有嫩尖了，已经，不像我们山上都没采。哎呦，这棵高，这棵高，看这棵，这么粗，有点高的哈。你看人家这个也是竹筒引的泉水，所以它这竹筒为什么不会炸裂？我们那个竹筒为什么会炸裂？而且它这个地方你看，好像用的挺久了，奇怪。路是越走越窄啊，从马路走成步道，等会儿从步道走成土路就好了。走了半天啊，其实也并不是很远，几百米，然后到了这个南锣山的茶黄树，你看它这个根茎还是比较粗的哈，八百年的树。哎，上面怎么咔嚓咔嚓的？哦，有人在修剪这个茶树枝，看人家用砍刀在修剪。我们那山上的偶尔也会这样修剪一下哈。树龄八百年，树高十一米啊，树冠7.5米，冠幅7.5米，根茎60厘米粗，产量年产量16公斤。产值60万，16公斤的茶叶卖60万。山上发现一个树叶，长得很像树叶的虫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虫子，看起来挺好看的，不像是有毒的，感觉跟臭屁虫差不多，但它是比较薄的，很薄，只有薄薄一层。从南锣山下来哈，找到一家泰式的小院子，我们来喝点下午茶吧，休息一下。
今天爬山倩倩也累了，你看这个像企鹅一样的又开始摇了，标准孕妇摇。没有人教学成谁教你这么标准的姿势。走了，在江边啊，来了，没听到声音了。他们从哪儿下去的？哦，好，从哪儿下去？哦，下边还有，哇，喷的雾，仙气飘飘。哎，这边有这种垫子可以躺的哈，我给家里边也买了一个这个垫子，又可以躺又可以当靠背。好的小桌子，这边仙气飘飘的，啊，它喷这个雾，一方面降温，一方面看起来很漂亮哈。不错，坐在这儿可以呼吸新鲜空气。咱们再看吃的了。啊，哦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咱们坐在这边吧。包包先放一下。而且这个地方很安静，没什么人哈。它这种气雾降温很快哈，而且很漂亮，这个雾会随着风流动。哎，看倩倩，我不是在跟你照相，你那个表情很到位，像是照相的表情啊。我是尴尬的事情。来看这个小园子里边，哦，下面还有个池塘、荷塘，种的都是荷花。这边是我们下午过来喝个下午茶，其实这边可以吃饭的。改天我们来这儿吃晚饭吧。啊，这个还有点水位落差呢。这个好荷塘，小荷塘很漂亮，面积不是很大，但是很舒服哈。马上应该就要下雨了哈，今天一直闷着，从那边来了一片云，这边一下雨就舒服了。下雨喽，看水面上有泡泡，就很凉快了哈。光叫了个滴滴，然后去闻闻店里边去了。今天闻说茶叶准备好了，下午你去直播卖茶叶吧。我是卖茶小妹。可以。到文文这边来看文文发茶叶，看文文发茶叶，因为昨天就把这些所有的全部包起来了，他就这点茶。那个麻黑和落水洞已经全部。每一代都有主人了，然后就剩麻黑了，麻黑还有部分压饼，麻黑也没剩几代了。嗯，看他把东西发走，然后我们去吃饭。倩倩在那边在直播呢。哦，这门口怎么了？堵车，两个卡车头对头了，过不去，会不了车。哼，倩倩在这边在直播呢，我们在这儿喝茶聊天，顺便开会儿直播。这就是咱们这儿卖了昨天一下午的战绩了，这打印机稍微出纸有点慢哈，所以它要不停的在打，估计打也得打个5分钟左右，就慢慢的让它出吧。搞一地快递单，等会儿还有人还要分类一下，那边是分好的，这边还要再等一下再分。这个自己卖东西就是这样，还要自己发货，自己打单。要卖别人的东西了，卖的就不用管了，什么售货啥的也没有，就自己的东西包还得自己包。现在核对订单，哼，这些都是核对完的。文文在那里装，很快一会儿就搞定了，顺丰小哥来了准备拿走。哇哦，你老板成打包的了。好纸箱，你看看，要是给带别人的货嘛，哪有这个？这就是自己东西，你就得自己弄了。像我卖小玉米，我们两手一插，管你们，雇的人包吧，过去还得看着点。这点今天要全部把这点箱子分好，有点费时间呢。我呢，就干了这么一点点活。这箱子还不能封成十字的，会那个什么。可能不结实，所以这个封箱子还有点费力，费时间，要一个十字打好就比较省事了。金针已经大红，金针已经包好了。包好了吗？本来也没上多少份，就上这么一点点。哦，对，那个比较少嘛。哎，辛苦李总了啊。
我们出去吃个凉拌了哦，拜拜。什么凉拌？现在时间8:30，今天本来是来发个货，然后包了一整天，然后把外面的茶又卖没了，就剩点白茶了，还有点饼。外面的茶叶真的是不禁买，每次开一天就买光，好茶比较少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吃点烧烤慰劳一下，哎呀，辛苦的两个孕妇。哎呀，脚丫头痛，脚丫头痛。是吧？走多了吗？饿了没有？饿了，还好下午吃点水果垫吧垫吧。嗯，吃嘛，你就可以开始吃。开动，开动。